你看，拢老花啊，你可要走去倒啊？王乐乐，你是安怎要来创治我？安尼做做你到底有啥好处啊？当然有好处啊！甲你认弟，看到你乐姐，看到较哥的痛苦，你敢知影？对我来讲，有啊疗愈啊！ 小哥就退底，你哪会当安尼讲啊？你看，你即摆的门，才缠住少的。你若是继续过敏，我看无外久就会变成麻子了。到时阵我就看，教区的敢会缠住即摆同款，这么爱你？ 你看，你两尊公，你安尼做我的囝哩，为着外口我的平安，我连死都无得惊，哪有可能会惊你这款幼稚的手段？王乐乐，谁答应我要放过客位？结果你根本讲话无算话。 真正受够卑鄙的呢！我爱你离开各位，你敢有？无？那安尼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是安怎一定爱做？你会当把亏拢出在我的身上，这样对我就好啊！你是安怎要毁掉各位？你家里巴肚内底有各位的囡仔，假使讲这囡仔出事，在你安尼对待伊的爸爸。 是要哪样向伊解释？我爱甲爸爸讲，本来我甲因爸爸真恩爱，啊，不过是你去找因爸爸，是你毁掉阮的家庭。 是你，是你，你有听到无？就是因为你，我承受许大的压力，嘛因为安尼，我巴肚内底的囡仔嘛对我伫吃苦，所以我无可能这么简单就予你死，安尼对你上好啊。 我的千杯，万杯，希望你。等我怀孕，等我怀孕，我才会让你离开这个世界。我是生，还是死，都要靠你来做决定。 你完妆了，爹，爹，你真不知啊，死我！爹，爹，我爹喜欢我自己。
多谢你斗三工对史达林，我就知影伊无遮尔简单就放弃。表面上是甲表安娘亲生，也毋过私底下一定是拍算啥物。王彪，我看这史达林真有自信，原来伊早就有防备啊，这人无好对付哦。这我是无得信啦，毋过安怎我拢袂信伊。对啦，啊你是安怎要甲对付啊？你甲伊是有啥物恩怨？我咧调查伊，当然有我的用意，也毋过我嘛袂互你白了讲。这张机票是我一点仔钱，你想收落？哇，一点仔心意，是这个数目。关键这件代志，无像你个简单哦。你是安怎巧的？好，你讲，爱安怎做？这件代志我来讲无啥透透，还是互当主任来讲啊。张志轩，够机敏了哦，够欺负掉伊，绑唔掉。珍妮，咱朋友斗相共，那是袂要紧，但是我讲一句较坦白，你为着伊尽心尽力做到安尼，伊嘛无一定会当去你身躯边，你着爱想清楚。你要斗相共，着较规气的，莫讲讲一挂有话无。张志轩，我甲珍妮的代志啊，甲你无关系，你唔免管。既然你钱收落去，你就好好做代志，其他唔免问较多。我只是问较清楚，安尼办代志嘛较放心。对啦，你是安怎要对付史达林？敢讲你阁想要甲赖廷坚抢倒来？我想到要对付史达林哦，这你无需要知影。而且天气的代志哦，对我来讲已经是过去。当然，家人迄块土地，这嘛只是过程而已。我要爱的就是哦，把史达林打入土卡，予伊永远无得翻身，永远无机会来为难。哦，你原先建设小王子嘞，今年对决唔知到未来卡怎样？我真好奇啊，伊到底是有啥物机会去甲你问？我拄则毋是讲，这你无需要知影。你只要负责甲史达林母学倒，而且代志完成了后，我保证我予你的会比你拄则摕迄张支票搁较侪。张志群，一句话，到底是要斗相共无？我对伊两个有啥物恩怨，我无兴趣。今仔这张机票，我是看你的面子才收。对我来讲，只要有钱赚，我拢无问题。小姐，严巧玲今嘛一直伫咱手头诶，咱会使斗斗解算啊。你嘛免遐尼激动，佮想着家己啊。莫讲废话啊！我要安怎甲严巧玲算是我诶代志，你乖乖啊听我诶话办代志就好啊。是。你拄仔敢有甲伊算？大姐，不用心，我拢有注意。
别再走啊，安那无，你的花愈老愈多哦。你袂忝吗？严巧玲，紧出来啊！我有话要甲你讲。那么爱玩哦？好啊，那安尼我就陪你耍，我来找你哦。你再继续走，你若是嗜血过多，你会无命哦。严巧玲，来个早哦，我来接你哦。老家你这回我就还了你，你哪也不出去啊？你看世界都是你的花，我一看就知道你在这，
你哪会这么搞造啊？啊，我知呀，一定是你大姐的时阵跑田径队的哈，你才会这么搞造。啊，不过你今仔日的运动量已经够啊，咱来等好无？别惊，我袂带你回去接受治疗，我爱你好好活落去。安尼，咱甲各位耍的躲猫猫游戏，才会当耍落去啊。勇敢嘛，都叫替你抹油啊，你拢无爱，袂听。珍惜啊！刚刚我到阿九修翻新的新店，那无恁还这么晚来个警察局？高科威刚即将主位队潜逃，我想要告公一下，我的当事人高科威先生是何人安排？恁会当确定伊是何人安排？因为我已经有王乐乐博士的证据。水的目睭。